Hello there, my name is Karina. I am Huawei FusionSolar Marketing Manager. We are here today now at the Red Sea project site. Red Sea project is the world's largest off-grid storage project in the world. We are here today to see the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and the stories behind this project. Let's go together to take the interview with our local experts. 想镜头介绍一下自己，我是沙特这个数字能源业务部的部长，那我叫陈谦。 项目比想象的条件要艰苦一点，那肯定。你看你们过来知道了，这个项目地方确实是很艰苦，周边也没有什么的生活设施。对，项目的进展现在到什么样的？项目呢，总共应该是分6个站点，我们只供了设备，然后呢有一些主要的调测任务，然后呢当前的 SDE呢，我们设备都已经装完了，然后呢也是把这个的跟一些的联调工作我们在做，然后呢。 可能也准备着年底之前，基本上所有的设备100多个柜子都已经也调装完成，剩余的一些这个剩余其他几个站点的货呢，国内还在生产，可能也在运输当中，大概进展是这个样子的。您对华为参与这么大的项目有什么样的感情？其实我们是非常自豪的，能够参与在这个项目当中建设，我们的整个团队都非常倾力的投入在这个项目上，所以我们是非常荣幸，也非常的这个自豪。 作为一个未来的基石啊，客户满意度提升啊，我们现在其实这个项目的交付已经初步阶段，等你们未来再来看的时候，整个项目交付完之后会更大的一个全景貌啊，欢迎你们再来参加，期待。